然没有办法跟很多家人就是亲自拜年，但其实都吃了很多过年应该吃的东西。对啊，什么萝卜糕啊，什么这各种糕类的我都尝过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过了一个很平平安安的年，其实这就是一种幸福。对，我还可以看到远距离视像可以看到一些家人，我觉得我很感恩。对，台湾应该都有几年没有回去了。对，主要是因为工作还有这次的疫情啦。对，如果不是，我也希望这部戏拍完之后我可以回去看一下家人。